两眼就杀死你的人的名字。哎，小黑，快看！嘿嘿，不是吃的吧？那是告诉我们仓化到了。仓化，怎么这么安静啊？人呢？喵，气死我了，怎么总有几个不听话的呢？喵，把我的话都到耳边疯了，是不是？早跟你们说好了让你躲好的，现在又跑出来了，想干什么？我你什么呀你，快去给我躲好去，快点。嗯，请问，嘘，来了。切，又是这些麻烦的东西。小子，听好了，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，我可要干活了。Thank you.